今天来说久违的俄乌战争，最近的关注点自然是俄军的哈尔科夫攻势。我在之前的节目中曾经说到，我和绝大多数俄粉一样，非常期待这次的进攻。现在事已发生，我依然是这个观点。但这不是我想要跳船，也不是破罐子破摔所计划，它是真的有好处的。我稍后呢会详加解释。自上周五以来，俄军越过边境线，分兵两路向哈尔科夫攻来。据乌方统计，在开打的头24小时内，哈尔科夫地区共有30多个地点遭到敌方炮火或空中袭击，约6000名居民从边境被疏散。截至到5月14日，俄军共控制了9个定居点，而这就有些奇怪了。从形势上来说，俄军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发动一场新的攻势。那么他又是怎么滋润了起来？这场进攻真实的意图是什么？乌克兰能防得住吗？要回答这几个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曾经的那场哈尔科夫防御战，不是指二战的那一场，而是指前年的那场。2022年2月，战火刚点燃的时候，乌克兰面临俄军的三面夹击。和基辅或乌南的情况不同，哈尔科夫的地理位置过于靠近俄罗斯本土，且周边地形也利于机械部队的行动，因此面临着非同寻常的防守压力。俄军派出的是素有精锐之称的近坦一级和第20合成军，再加上一些其他的零散部队，总人数约6万人。而乌克兰这边负责防御的主要是第92突击旅和第93摩步旅，外加刚组建的第123国土防卫旅，以及后续增援的少量国际军团和海药部队。乌克兰的旅通常只有6000人左右，两个主力旅约1.2万人，就算把后续的增援都算上，也不会超过2万。因此，双方的兵力对比基本上是1:3的水平。所以，凭借着机动性与人数的优势，俄军初期的进攻相当迅猛。2月27日，有一小批先锋侦察部队驾驶的虎式装甲车杀入到哈尔科夫的市中心，虽被击退，但也足以令人胆战心惊。随后俄军调整战术，改强攻为包围，在整个三月跑马圈地，一度杀到了哈尔科夫东南的交通枢纽楚胡伊夫附近，对城市形成了三面包夹之势。再加上从顿巴斯出发的俄军已经攻占了1.5姆，形势可谓是十分严峻。2022年3月底到4月初的哈尔科夫是乌克兰在战争中唯一真正有失守可能的百万级人口的大城市。但到了5月份，随着基辅方向俄军的溃退，哈尔科夫陆军也趁势出击，将城市周边的俄军逐一击退。9月份又借由1.5姆攻势光复了哈尔科夫州的主要领土。实际上，在战争的头一年里，这些依托城镇的大型战役基本上都以俄军的失败而告终，其根本原因具有共同性，那就是资源不足。这里不是说俄军的总体资源不如乌军，而是攻守双方达成战略目标所需的资源比例不同。古有云，十则为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进攻方投入的资源一定比防守方更多，而且战场面积越大，双方资源所需的比值也会趋于扩大。当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处于弱势的防守方抓准机会，便能反败为胜。所以之前我看到墙内传闻，俄军动员30万再攻哈尔科夫时才会拍手称快，这相当于是让俄军在相同的地方以相同的姿态重新摔倒一次，简直是坑爹坑到家了。当然，经历了2年多血战的俄军肯定不可能听信墙内国师的意淫式谏言，他们这一回的进攻规模相当有限，外界估算其兵力约在5万人左右，跟之前打巴赫穆特和阿夫迪夫卡斯类似。不过这两地在战前都仅有不到10万的人口，而哈尔科夫则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战前人口140万，凭借着这点规模的兵力是绝对不可能撼动的。而且呢，这还是外界的估算，实际上目前参与地面进攻的只有3到5个营，试探的意味非常浓。在2022年时，乌克兰方面从哈尔科夫地区紧急撤离了约60万的平民，而这一次才不过撤了6000人而已，说明乌克兰方面也没有把这次进攻当作是会威胁主城的大规模攻势。目前俄军的说法是打算在哈尔科夫一带建立一个缓冲区，防止别尔格罗德再次遭到俄罗斯自由军偷袭或乌军的无人机打击。从去年开始，俄军的这些边境城镇的确时常遭到乌军的袭扰，基础设施方面的损失尤为严重，所以建立缓冲区的需求是成立的。但问题是这个需求并没有那么紧迫，对战局的影响也不那么重要，它可能还有别的更主要的目的。前面说到，俄军有两个进攻方向，以北顿涅茨克河为界，一个在河东扑向利普奇，一个在河西打沃尔察斯克。而既然有两个方向，那么其中就一定得分主次，谁为主呢？显然是沃尔察斯克。这个小镇在战前就有1万多的人口，城区面积不大，且地形上北高南低，西边靠着北顿涅茨克河，往东走则靠近俄军控制区，
附近缺少其他据点的依靠。5月12日，俄空天军出动，炸毁了沃查斯克西南25公里处的一座桥梁，意图是进一步孤立这一地区。地面打法则是效仿自去年以来在乌东颇具成效的人肉田线战术，以不间断的小股步兵与守军拼消耗。截至节目发布前，该城已经陷入激烈交火。那么面对这种情况，乌克兰会怎么应对呢？既然进攻分了主势，防守方同样也得分。对于河流西岸佯攻的部分，应该要采用诱敌深入、关门打狗的做法。我看到最近这几天，不少观点都指责乌军在哈尔科夫的防守不力，一下就丢掉9个定居点。但其实你打开地图来看，这些边境村庄都是2022年时已经被打烂了的，这2年时间根本来不及重建，处于毫无防守价值的鸡肋地带。还有些人采用俄军视角的看法，咬定乌军内部贪腐严重，就连泽连斯基视察过的防线都偷工减料，以至于让敌人得逞。但实际上，谁家防线是沿着边境修的？他当然得依托地形来设置啊。咱们来看一个视频。这是一支乌军小分队在哈尔科夫郊外遭遇俄军炮击的情形。可以看到，这批人战技娴熟，纵使四周树枝尘土横飞，但却丝毫不显慌乱。炮火停息后，跨上旋地行车便扬长而去。再结合这些人使用的装备，他们很可能是海妖部队的侦察小队。而遇袭地点看起来像是哈尔科夫城北的这一大片森林，此处很适合设置伏兵或隐藏兵力。如果这一带的乌军真要阻击俄军，那肯定也是一些不重要的定居点为诱饵，吸引俄军深入，然后再利用有利地形聚而歼之。不过很可惜的是，俄军现在也是老油条了，这时应该不会再上乌军的当，所以他们大概率也就是围绕着利普奇一带展开形势上的争夺。而在东边的主攻方向，沃查斯克这个地方本身并不重要，它丢不丢都不会影响到主城，不过其背后却与乌东的防御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它被拿下，俄军则有可能沿着河流南下，从西部威胁库皮扬斯克的后方。最近啊，那里的局势也很焦灼，所以乌军肯定要依托城镇进行防守，目前已暂时将俄军的攻势挡住。但问题在于，未来要不要进行增援？俄军这种多点开花的打法本就是冲着干扰乌军策略去的，如果此时乌克兰抽调兵员北上，则正中其下怀。从整体战局来说，乌军的当务之急还是如何止住阿城丢失后的缺口，那里属于计划外的损失，稍有不慎则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新出现的哈尔科夫战场，比的不是谁能拿下多少土地，比的是谁能以较少的兵力杀伤或至少是吸引较多的敌人，为其他战场争取主动性。不过即便如此，即便乌克兰有能力应付现在哈尔科夫的情况，但这始终是俄军在进攻，乌军在防守。那么为什么我会说我很期待这次攻势呢？因为这场战争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每当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乌克兰就有可能抽到新的技能卡。最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乌克兰进行了一场访问，除了在基辅酒吧进行摇滚以外，他还带来了2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新的一批爱国者和海马斯预计很快到达。不过最重要的是，当被问到乌克兰是否能使用美制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时，布林肯答道，乌克兰有权自己做决定，这基本上就是默认了。到目前为止，这场仗打得最窝囊的地方就是俄军可以肆无忌惮地发下战争暴行，攻击他想要攻击的乌克兰目标，而乌克兰为保卫自己不受侵犯，费尽心力祈求来了西方的装备和武器，但却被加上了紧箍咒，你不得攻击这个，你不得攻击那个，这导致有些原本很轻松就能完成的任务却需要乌克兰人拿鲜血去换，这非常的不公平。如今萨姆大叔终于点头，可以算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其实现阶段的乌克兰最怕的不是俄军进攻，而恰恰是没有改变。在一场没有改变也没有人关注的战争中，被俄罗斯缓慢的溶解掉。不过有意思的是，改变不只发生在乌克兰这边，也同样发生在俄罗斯。5月12日，普京签署总统令，撤掉绍伊古国防部长的职务，将其转任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同时提名经济学家出身的别洛乌索夫取而代之。这可以说是走了个包工头，又来了个会计。谢尔盖·绍伊古曾是普京最亲密的嫡系，原本毫无军事经验的他，在2022年被提拔为俄罗斯国防部长，挂陆军上将衔。2022年，绍伊古与格拉西莫夫共同主导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术部署，
随后便留下了1小时20分树同基辅，绍伊古一战封神的千古笑谈。再后来到了去年6月，瓦格纳大叔普里格金以清军撤资兵发动兵变，企图1小时20分速通莫斯科，而那要被清的奸臣正是绍伊古。Шойгу, Герасимов, где боеприпасы？虽然最后兵变以失败而告终，普大厨及瓦格纳高层也机毁人亡，但俄军基层对绍伊古有着普遍的不满，这显然是个昭然若揭的事实。普里戈金正是利用了这点。而我想从那时起，普京对绍伊古的信任就有了动摇，倒不是怀疑少战神爷给他来个兵变，而是只要绍伊古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多待一天，军中不满的情绪便会滋生一天。那么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让绍伊古同志名声暗降呢？我想这可能就与这次哈尔科夫的进攻有关了。对于绍伊古来说，想要服众，他就得重新在军中建立威望，所以在哈尔科夫新开一局是个投资小且回报大的选择。但对于普京来说，这就不一定了。他现在最需要的其实是稳，最好就是把战争局限在乌东地区，靠人肉攻势慢慢的磨。他最怕的其实是节外生枝，万一俄军不争气，在固头不固定的情况下重蹈战争初期的覆辙，那可就功亏一篑了。而事实也证明了，这回哈尔科夫的攻势进展并不顺利，于是便1小时20分速通国防部，让绍伊古一战进坟了。总之，在俄罗斯这种定于尊的专制国家，奴才完全靠主子的宠爱活着，因此得不停的拍马屁，可有时拍得太猛了，也是会把主子拍到坑里去的。主子就算愚钝些，一开始没有察觉，等着他回过味来，一定狠狠治你的罪。因为我们第一个创造出煤炭空调，即使大家也觉得有缺陷，但也是它最棒的一种创造。每个人审美观不一样，有人认为就很棒，有一朵像玫瑰一样的空调摆在空间里面，他就觉得很美啊。但是我认为我们还进步的空间。